两个手里哪个有狗粮？猜对就给你，错没有？啊，这个有狗粮，这个有狗粮，你猜错了不给。来，再猜一遍，哪个有狗粮？啊，这个，哎，对了，好，奖励你一个。哪个有狗粮？啊，这个有。啊，你猜对了，坐，坐好。哪个有狗粮？啊，这个有狗粮，猜对了。嘿，你看，不用了，身上扒。坐好，坐好。坐。这个，猜对了。哪个有狗粮？呀，猜对了。哪个有狗粮？你这些名字再叫朋友们再给选一个，这些看哪个好啊？嗯，看哪个好。要不我们就给它起个叫樱桃吧，樱桃。嗯。樱桃，正好北京的那个小七，它主人给起名字叫黄桃。它那个叫黄桃。对，咱这就叫樱桃。嗯。樱桃好不好听啊？樱桃。还行。女孩子。叫果冻也行，果冻。果冻，樱桃，樱桃，这两个你喜欢哪一个？坐，坐下。我喜欢红心蛋呢。你喜欢哪一个名字？来，这两个哪个手里有？错没有？来，坐坐坐，看我喂的一个，我假装喂它那个啥狗粮，看。哎，坐坐好。没有。你有往我身上爬。起名叫樱桃或者是果冻吧，这两个选一个，到底是樱桃好听还是果冻好听？啊，叫朋友们再给决定选一个。对，这两个名字再选一个就行了。拿过去吧，拿过去，喊给他叫拿过去。叼过来，叼过来。会不会叼？屁屁，让屁屁叼的。屁屁叼给你孙女。屁屁，孙女。叼蚂蚱，叼蚂蚱，把蚂蚱叼给他，叼回去。叼那个叼过来。你叫他拿过去。叼过来那个。哎，叼啊。你拿过去，屁屁。叼过来呀、啊。他看他在这种姿态不掉，你又跑那得上咋去了？你乖，在家都上那个床，在这等舒服吧？不吵，这连着下了几天雨，下了一个多星期了，但到处都去吵。